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，即3月2日，潜在的市场推动者有哪些。早上7点钟将发布1月份德国零售销售报告。去年的最后一个月带来了令人失望的 1.9% 的下跌，消除了11月份向下修正的增幅。英镑交易者应该要密切关注上午9点30分将发布的英国建筑业 PMI 指数。一月份该指数下跌了2个点，显示该指数停滞不前，因为该指数仅略高于50的水平。半小时之后将发布一月份欧元区生产者价格指数，价格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，预计本次也会再次上涨。接下来格林尼治时间下午1点30分将发布非常重要的12月份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，继10月份的平稳读数之后，11月份的经济月率稳定增长0.4%。最后是于下午3点钟发布的2月份密歇根大学调查最终报告。根据初步报告显示，2月份消费者情绪上升至2004年以来的第二高水平。以上内容为星期五的经济日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